我猪耳朵呢？这这得多少颗猪头才能长这么多耳朵？多少钱一斤啊？25。够了。220。行，交给大姐了。啊。太冷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半吨。220买了几斤猪耳朵，今晚的宵夜特色美食压猪耳。压猪耳又叫千层耳，一般在我们这儿过年过节的都会做一点，留着招待亲朋好友，可是一道硬菜啊。剪开耳朵，去除耳屎，给它清洗干净。大葱、生姜，半瓶料酒，加水，猪耳朵焯一下。开锅后，打去浮沫。起锅烧油，一碗冰糖，咱们炒个糖色。花椒、八角、桂皮、香叶、丁香、草果、肉蔻、小茴香、干辣椒、生抽、蚝油、牛二、鸡精、胡椒粉，来点盐。小火煮2小时，来点卤汤，盖上一层保鲜膜，用竹签扎上小眼儿，用大石头给它压一宿。出门在外没块手表撑场面怎么行？这是我在得物上购买的手表，里面啥款式都有，领完优惠比商场专柜还划算，搭配衣服超好看，快去看看吧。哇，好重啊。今天咱们只吃一小块，剩下的给朋友们分分。给它切成厚厚的薄片，压猪耳。这要放在以前啊，这个是只有过年才能吃到的硬菜啊。你们看，一如既往的好味道。这一层层的都是猪耳朵，吃起来是又软又脆啊。多来点蒜泥儿。哇，你们看，红亮红亮的。压猪耳，除了做起来麻烦点，其他没毛病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还想让半吨吃什么？评论区告诉我啊，拜拜。